本期讲解一个韩国知名游戏打击无脑搬砖单机日收益500以上的一个项目啊。最新推出的韩国游戏打金可以矩阵操作，相关原理就是升级卖金币，每天操作7-8个小时就可以了，纯搬砖项目，大家只要跟着教程来操作是非常肯定是能赚到钱的，保底月收入5000块钱以上啊，赶紧操作，这是一个风口项目，风口项目所有人都可以操作，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课程啊，三节视频课程以及需要的是软件啊，软件全部都提供，全部都提供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，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啊韩国知名游戏打金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